觉得首先还是很开心有这些年轻人去从事冰壶这项运动，因为只有他们学会了之后才能传播他身边的好朋友也去参与这个运动当中。对于这个重心把握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首先身体要压低一点，我看他们刚才那个动作都稍微高一点，高可能就晃。第二个视频就看他们在那打比赛嘛，因为他们离大饼实在是太近了，但我觉得他们也能从近距离的推冰壶感受冰壶的重量，也能在推冰壶的当中感受到冰壶比赛的乐趣，希望他们能在超新星运动会当中取得好成绩。